宾、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李辉，今晚在北京的政协礼堂为您主持九九世界精英模特大赛中国选拔赛暨美宝莲中国精英模特大赛。大家好，我是费翔。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ational final of the 1999 Elite Model Look of China. This lovely lady next to me is Li Hui. Thank you. And I'm Fei Xiang, and we'll be your host this evening. 其实呢Elite 世界精英模特大赛呢，在全世界都非常受瞩目，所以今天晚上呢，我能够参加他们的中国选拔赛的总决赛呢，我感到非常高兴。就像你说的那样，Elite的模特大赛又如约在今晚跟各位见面了。而由这间公司做的这个模特大赛，在世界上除了是最具影响力的之外，更是规模最大的。是的，因为呢，它每一年呢都吸引着全世界80多个国家的佳丽们来加盟。是的，他们都希望呢借此机会呢，能够一举成为耀眼的时尚明星。而这样子大赛也确实令很多的女孩子达成了他们的梦想。那么今晚可以实现我们大家梦想的赞助单位呢，最大的就是来自纽约的美宝莲化妆品公司，是他们令到全国各地的女孩子可以集中在这里，并且即将帮助他们实现梦想。美宝。其实每年的 Elite 模特大赛呢，都是由国际著名的模特经纪人、服装设计师、时装摄影师、超级模特，还有时尚杂志的编辑组成的评判团一起进行评判的。是，今晚呢，这些大师们也无一例外的在我们的观众席。那么呢，首先应该让我们去替大家介绍这些特别的嘉宾，好不好 ？And now we'd like to introduce to you our distinguished panel of judges. 首先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执行评判长、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艺术委员会的主任王新元先生。The director of the Art Committee, China Fashion Designers Association, Mr. Wang Xingyuan.世界超级模特陈娟红小姐 Supermodel of the world from China, Ms. Chen Jianhong 世界精英模特大赛的总裁杰瑞姆范可瑞先生 The president of Elite Model Look from Switzerland, Mr. Jerome Zaguri Elite 杂志亚太区的编辑总监向传德女士Ms. Jane Xiang, the editorial director of the Asia Pacific editions of Elle Magazine. 国际著名的时装摄影师王瑞佐先生。International fashion photographer from Singapore, Mr. Russell Wong. 意大利 GFT 服装集团亚太区总裁斯塔费雷斯·比罗尼斯博士。Managing director of the Asia Pacific division of Grupo GFT, Dr. Stavros Pironis.美宝莲化妆品公司大众化妆品部的总经理费海文先生 The General Manager of the Consumer Division of L'Oreal China, Mr. Humberto Freire 现在要隆重介绍的是评判长世界著名的模特经纪人伊丽的模特管理集团的总裁约翰凯撒布兰卡先生 And leading our panel of judges, the founder and chairman of the Elite Group, Mr. Don Casablanca.A warm welcome to all of our judges. 我们再一次用掌声欢迎今晚的评委。好的，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有请众位佳丽。Darling. Oh my God. 你知道这次大赛呢是完全所有的这个有关程序呢是完全按照 Elite 世界决赛的这个程序和惯例进行的。所以呢我相信对这些青春靓丽的女孩们呢是一个全新的挑战。而在今晚的决赛之前呢，评判已经对他们的图片呢、录像资料进行了很严格的分析，并且呢观摩了他们的排练的情形，目的呢就是要全方位的给他们打一个公平的分。当然了，现在在各个评委面前还有一部荧光幕，他们可以透过电视的显示观察他们的镜头效果。是的，他们将为我们评出本年度中国的15位精英模特。
其实我们刚才介绍的呢都是比较规范性的国际大赛的做法，但是这次比赛更着重重视的呢，除了这一刹那的表现跟表情之外，他们更重视的这个人的综合素质啊，还有他的培养价值，因为那样选出来的明星才可以在天桥上闪亮。是的，文化课考试是对做模特基本素质的检查。各位观众朋友，比赛进行到现在，就要宣布99世界模特精英大赛的中国选拔赛暨美宝莲中国精英模特大赛的15名精英模特了。是的，可是在我们宣布这个名单之前呢，我们要先感谢这次参加决赛的每一位选手，不管今天晚上的结果怎么样，费翔叔叔还是祝贺你们一生非常美满幸福，好不好？我们掌声鼓励你们。好的，我们现在呢开始呢，我们的比赛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那么现在的这15位佳丽当中，又有谁可以代表中国飞向法国的尼斯呢？比赛进行到这里就应该宣布最后的结果了，但是在宣布结果之前呢，我想请大家再一次用掌声支持我们所有参赛的选手，还有我们再次邀请出来我们的15位精英模特。在本届比赛呢，我们邀请了40名就是著名服装公司和广告公司的代表，因为呢他们呢是模特最直接的用户，所以我们邀请他们呢组织了一个用户评判团。对，要征求一下我们最终用户的意见。荣获99世界模特大赛中国选拔赛及美宝莲中国精英模特大赛最佳企业印象奖的是来自辽宁的5号选手丁思涵小姐。恭喜5号小姐，谢谢。下面要进行的恐怕是大家期待已久的项目了，那就是从15位精英模特当中选出今晚的冠亚季军。是的。 And now the moment has come for the final decision of our judges. The winners of the 1999 Elite Model Look of China will be announced in ascending order. 首先有请我们的世界级超级模特陈天红小姐为我们宣布季军的得奖选手。 To announce the finalist in third place, please welcome supermodel Chen Jianhong of China. 来自辽宁的19号选手刘铁军小姐。恭喜你，恭喜你，谢谢。我们有请美宝莲化妆品公司大众化妆品部的总经理费海文先生来为我们宣布季军的得奖者。To announce the finalist in second place, please welcome the general manager of the consumer division of L'Oreal China, Mr. Humberto Vieira. 17号，来自湖北的湖北。留言。Yes, very good. 恭喜你，恭喜你，恭喜你。接着又有请我们著名的模特经纪人，以令模特管理公司总裁凯撒布兰卡先生为我们宣布冠军的得奖者了。是。To announce the winner of the 1999 Elite Model Look of China, please welcome the founder and chairman of the Elite Group, Mr. John Casablanca.Welcome. 好的，在这里呢，我们就邀请 Casablanca 先生宣布我们今天的冠军。Please. OK. 大家都屏住呼吸。谁会成为今届的冠军呢？ Is number 44. Oh. 赵俊。44号。上海。来自上海的
44号赵军小姐。我们希望这位可以代表中国的模特在法国的名次也同样取得好的成绩，更希望他可以在一定的模特公司的培养之下真正的成为世界超级模特。各位来宾，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99世界精英模特大赛中国选拔赛暨美宝莲中国精英模特大赛至此就到这里结束了，不过希望我们2000年再相聚。Thanks for being with us, and we hope to see you again next year at the Leap Model Look of 2000. Good night! 在鲜花和掌声中，九九以我觉得当然是首先就是该具备的是最好的素质，就是道德思想品质，然后应该还要具备的文化还有等等做人，我觉得做人是最重要的。 When they will speak English they will be superstars. 他能不能说英语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超级模特。 Fake honey, real plastic